大阪飛腳距離更上一層樓，只係差90分鐘嘅時間。呢、這個機會咧，好多球隊都想擁有嘅。問題係擁有呢個機會咧，係咪真係把握到實現到自己嘅志向先？背景咧夠曬壯觀啦，咪聲量都夠曬。唔知球員會為我哋帶嚟一場點樣嘅比賽咧？比賽正式開始，大阪飛腳對住奔飛家。大阪飛腳呢一場波絕對唔輸得啊！呢下救命啦！咁都俾你估到啊！向前傳出，踢去另一邊，呢球傳得唔夠準噃。啊，個動作好靚喎！穿針引先啦，試下解圍啦，踢啦，中村俊輔踢翻個波出嚟。個波而家喺費達力高基艾沙嘅腳下，啊呢個 match up 幾得意啊！連前鋒咧都翻去後場度幫波啊！哇，佢係咁埋去追波咧，真係好值得欣賞嘅，因為好多前鋒咧都唔肯咁做嘅。嗱，睇高度對手贏曬啦，呢度可能要諗下計啦。戴維斯大腳解圍。史道高域，史道高域，守門員表現好好啊，唔錯喎 ，good job。今日第二個角球，哇，好高啊，夠得好，企位啊，企得啱啊。啊，幾有心思喎，不過實行唔到都冇用啦。啱啱隔著電視機嘅觀眾，佢哋冇錯失任何入波嘅，清走咗呢球波。中村俊輔冇乜威脅啊！鈴木優磨。哎，这个波不错啊，解围啊 ！Kimman， 你觉得今日边个球员是星中之星咁啊？哥列斯卡是中场控球的重要人物，他的体能固然犀利啦，而他的抢截能力同样都是咁重要的，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组织核心。啱啊，好正路的选择啊！我话唔定一球定胜负啦。好快就解圍啦！個預知能力真係好啊！好嘢啊，食曬個位，睇下俾唔俾到個靚波先。傳得太大力啦呢一球，有機會反擊啦！費大力高機艾沙，雲迪即刻，哥斯達古達，霍智星。唔使急，最緊要唔好慢。洛迪卡斯簡迪，哇！呢球有趣喎，試下壓埋去啦。啊，真係幾中意佢啲動作啊！睇下佢可唔可以揾到空位先，咁大壓力都解到圍。富安健洋，马古斯杜林，史道高域争赢咗呢下啦，铃木优磨阅读球赛能力好啊吓，预测到之后会发生咩事，比波嘅路线又明显得滞嘅，清走个波。哇！大把空位，有機會傳波嘅機會，把握唔到。哇！佢啲隊友好似唔係好高興，佢拖咗咁耐喎。
迪真係冇收腳㗎喎。遠藤，佢哋要好好把握你個機會啊！成功過到人啦，準備要射啦。哎，好快搶返啦。霍智星，多列斯卡，哎，這個球不夠力啦。多列斯卡找緊機，好機會啊，守得好啊。哇，今天他好像有個光環在頭上邊喎。禁區裏面全部都是高佬，矮啲都見不到啊。大板飛腳可以反擊啦！哇，眨下眼就唔同曬嘅。球證吹雞，咁啊話上半場完咯噃。咁啊，戰況可能就唔係非常之刺激，不過兩隊咧都有高水準嘅表現，最少防守方面錯啊，係咪嚇？嚟到半場時間都仲係難分難解，比數依然係0-0啊！嗱，今場嘅埋門都唔少啊，不過咧個比數都係冇喐過，都仲係0-0。And a quick announcement for the benefit of anybody who has found themselves a little lost today. Please look at the screen for information on how to find your way around this stadium. Substitution on the field. 下半場而家開始。嗱，樂觀啲睇啊，呢場波後防表現係幾出色嘅，係進攻方面就曳啲咯。解圍啊！江崎慎司、遠藤。幾腳嘅短傳啊！大阪飛腳就睇嚟半場換咗人噃。嗱，半場可以諗下換唔換人啊？呢個時候咧，其實都係一個好時機嚟嘅。柏迪。江崎慎司啊，可唔可以俾到落去呢個空位咧？魯迪格清走個波，攞到個界外球。Substitutions taking place. 史道高域警覺性唔錯啊！拉菲爾利亞奧呢個波結果冇用，江奇揾到空位啦！多列斯卡、霍智星、尼高魯巴列拿、雲迪即刻好夠警覺性啊！兩隊人唔係冇攻勢嘅，不過冇入波啫。拉菲爾尼亞奧、多列斯卡，喂，好似佢同隊友有啲溝通問題喎。中村俊輔、拉菲爾尼亞奧、拉菲爾尼亞奧唔會想輸噶，俾人侵犯喎。是時候要禁制換人的了、而且兩邊一起換波，唔呢球不 OK 啊！拿達魯馬天尼斯攞波，踢埋上去，逼走對手了。江奇被人 mark 得好實啊！一轉身個波都冇埋，界外球。傳得靚啊！江奇
雲迪即刻睇得一清二楚啦。時間啊，剩低唔多，大家都揾緊機會入波。朴智星突破咗防守，中村宪刚降旗神师，哇，抢得好啊！呢个情况真系要很而准啊！个波喺拿达路马天尼斯脚下啦，大阪飞脚，而家咧仲可以做下调整啊！戴维斯、华基尔、云迪即刻好抢咗个波啦，咁都俾你估到啊！远藤保人喺眼前都几多选择，踢入嚟射佢，呢球波真系应该入噶。大阪飞脚平时最叻就系反手为攻噶嘛，今次都做到啊，不过唔入啦。阅读球赛能力好啊，吓预测到之后会发生咩事？好嘢啊，食晒个位。呢个失误都几严重下噃。而家睇落咧，场波嘅关键咧就系边队能够冷静啲，能够 hold 得住个波啦。斗晒警觉，中村宪刚佢嘅表情咧，竟然系说明一切啊！解咗围先啦，喂！快啲带上前面啦！拉菲尔尼亚奥嚟到个靓嘅位置啦，云迪即刻轻松应付啦，呢啲可以解围啊！应该想尽快反攻啦！呢球波咧踢得唔错噃，呢个传球靓啊，差些少。有机会突破，呢球波过唔到啦。唉，睇佢哋而家咁踢法，睇嚟个结果都应该唔会变噶啦。穿埋过去，冈崎慎司啊，一脚射埋去，仲有机会喎。世界波会唔会系决定性嘅一球呢？唉，六门今次真系神仙难救啊！你唔好理，虽然话叫执鸡啊，但系佢都系入波啊。龙门都有好大责任嘅。After 87 minutes is number 10, Zico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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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咦，兩邊咧都利用呢一個機會去換一換人喎，執執個陣先啊！大阪飛腳領先一球啦，而家要做嘅就係守埋落去。比賽尾段先嚟入波都幾攞命嘅喎，不過場波未完，睇嚟仲有幾陣攻勢嘅。哇！幾乎係俾人推開嘅噃。傳在左邊，艾方素戴維斯被人啊撞跌咗，有個反攻嘅機會喎。好波，衝埋嚟搶啊！完場啦，大阪飛腳成功升班，而家可以發一個更加大嘅夢啦。喂 ，Keyman， 你對今日場波有咩睇法啊？
在最重要的时候他们交出最好的表现。很多球队面对重大压力都会失准的，但他们成功跨越难关，会结果是实至名归。好了，今天差不多就告一段落了，多谢阿 Keyman。多謝曬啊！咦，話時話，家謙真人靚仔個上鏡喎。With the owner of a blue car parked outside the stadium gate, kindly remove.